一起来学习混成章啊，第25章，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哈。那每一次呢，我就希望大家也能唱一下啊，就随意的用自己喜欢的声音唱。有无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目。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约是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网亦大，宇中有四大，而王居其焉，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今天呢，第一个字就是有。记得我们《道德经》的第一章，就是讲到无跟有。我们有呢，人有了很多东西，以后呢又怕失去这些东西。所以有了跟失去都会让我们不舒服。那在我们这个天地啊形成之前，有了这个我们的天，有了这个地，有了这万事万物之前，是一个什么样子？很多人就会去幻想啊，会去琢磨啊，原来的这个形象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有物之前呢，有物混成之前，形成之前，它是混在一起的，它是一个混浊的一个东西啊，没有办法描写它。它是生在我们的天地形成之前，然后我们看的这个天地，它是寂兮寥兮，听不到声音，我们也看不到什么东西，非常寂静的一种世界，寂静的一种形态，听不到它的声音，因为一切都没有形成，我们没有空气，我们就没办法听到声音。然后没有光明，我们就没办法看到任何的东西。所以很多的古圣先贤的一些书上面啊，都在描写那个天地形成的之前的一些状态，然后天地形成之后的一些状态。这个天地形成之前，天地形成之后，很多的东西它是独立而不改的，形成之前形成之后都有它一个独立的特性。那个独立的特性，很多人就给它们名字了，有的说是物性啊，地理啊，天理啊，然后自性啊。那什么是自性？那个独立而不改的并不是我们的秉性，而是那个独立而不改的天性。所以今天呢，这个混成章是讲到那个最根本的那种特性。所以我们要进到这老子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里面的时候，再连贯到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各式各样的知识学问之后，我们就来了解他讲的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一个混成的一个世界，混成的一种状态，它是周行而不殆的。那最好的一个解释
就是我们的宇宙，我们的星空。在这个宇宙星空未形成之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很多科学家就在研究了，我们的老祖宗也在研究了。老祖宗给他的一个画了一个圈，一个阴阳，就说一切都是从阴从阳出生的，从那个地方发起的。今天我们的科学家他们就说，我们的世界是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粒子爆炸出来的，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就称它叫什么呢？很多西方人就称它是上帝，中国人也称上帝，然后呢有人称它是天下的母亲，无极老母啊，很多的名字。所有的不同的名字描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混成的一种，你说它是能量也好，你说它是一个有形的东西也好，无形的东西也好，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来完全用一个字或者用一个什么东西来描写它的。那我们就姑且就给它一个名字。老子呢也不称老母，也不称上帝，他就给了一个名字，他就说就叫做道，也就是西方人讲的一个 truth， 一个 way， 就是一个道路。所以他就讲了这个这样的一种描写，这样的一种宇宙天地的原始的状态，然后形成了我们之后，他给了那个名字叫做一个道。然后呢他说我勉强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大，哦，好大好大，这个道它是很大很大的大。你看那个宇宙的爆炸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解释，它在一直在膨胀的时候，一直在膨胀的时候它变成了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大到后来就看不见了，远到了天边了，见不到了，给他的一个字叫做是，大大到看不见了，就是是，是又非常非常的远，远到我们的宇宙的星空，这个宇宙说它有100亿光年、200亿光年，我们的银河系有几十亿光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远到后来它就像那吹气球一样，那个气球越吹越大，但是呢它后来它就往回缩了，又返回来了，先变大，就像我们的肺在呼吸一样的，我们吸气我们吐气啊，有一种节律的，有这样的一种韵律的。实际上这个宇宙跟我们的呼吸是一个样的，它也是先大又回，先大又回，它是一个节律性的东西，它会反，远到了无限之后，它能量到了极限，它就会收缩了，它就要返回来了，返回来了以后再有能量，它又变大了。所以他说道它是可以用一个大来描写，然后呢我们看到的天是很大的，地也很大，王也很大啊。他为什么会举了一个王呢？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的一种控制的人，控制我们世界的人，控制我们各个天的人，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有各个天，天有28层天，每一层天都有一个天王，我们都有名字，而且这都是在佛经里面都有记载的，
在我们的世界上，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国王，他也都有一个名字，而且都历代的都有一层一层的，所以这一切东西就跟这些宇宙的这种规律非常的有关系的。狱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渊，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一个团体，都有人希望去做一个领导的人，因为他做了领导呢，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他不做领导他不能做事情，所以很多人就很想做王。我们中国人讲王道，王是要有王的道，如果王不讲一个道的话呢，不讲一个道德的话呢，最后会被别人推翻。王并不是很好当的，这个王要做的非常的符合这个常理，是要有一个规律的，他要有一种特殊的一些条件。讲了王居其一渊之后呢，他就说人法地，讲到大地的博爱啊、宽容啊、厚德载物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东西。所以他首先他第一个要讲到有厚德，没有厚德的话，这个道或者这个王他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很多的王他只为了他自己的家人，他为了他自己的自私，他这个王最后就被人推翻。总共中国历史上，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大概有800多个王，可能比那个还要多。然后呢，你看看那个王能够维持多久。所以这个王一定要法地，要法那个地的厚德载物的那样的一个境界的话，像周朝它可以维持800年，其他的就长长短短的，有的500年，有的300年、200年啊，有的甚至就是几十年。要当王，你就要有那个德行，他就是要有那个地的那个德行。然后呢，地它是跟随着天在转，地球它是跟着太阳系在转，太阳系跟着银河系在转，银河系是在这个宇宙中跟的更大的这个系统在转。地是要跟着一个道路它才能够存在着，天跟着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道在走。那什么是道？每个人都说哦，我求了道，或者我修了一个什么法门。你那个道跟那个法门是不是真的是根据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来进行的呢？讲到了这个人世间的精神的王或者身体的王，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要接受国家的法律，根据了国家的一个制度来生存的。那我们的精神境界它也有王，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王，这个祖师那个祖师，然后他维持了多久，他在历史上能存在多久，大家一定要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这种的王道在我们的精神之境界的王道里面，只有根据了佛经上面记载的一些东西，我们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什么是有问题的佛法。所以现在呢，我就把自己的非常粗浅的了解有两点今天要提出来。第一个叫做四一子，简单的来说，四一子啊，第一件，我们要依什么？就像我们要学佛法，要去跟随一个有道的人去修行，不是去依一个人，我们要依一个法，就像依一个道一样，对不对？所以叫做
依法不依人，人是不能依的。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能够随便相信一个人吗？连我们的政府的领导人，我们现在都不能相信了，你还能够相信任何一个有形的人吗？所以佛给我们的教诲里面，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我讲的话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如果我讲的是一个法的话，你可以去思考是不是应该去相信。他第二更进一步，依义不依语。第二件事情，不要随便相信一句话，哪一个人写了一句话，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弄出来的一句话，这个是语嘛，语言的语，依义不依语，这句话你不能够随便去相信，但是你要去看它的意义，它是不是讲义的，它是不是真有意义的。所以这个依义不依语，不要随便相信一个嘴巴上说的一句话，甚至于你说什么一个借窍出来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这个是语，我们要真正的去了解它的意义的所在，它是不是真正的很有意义的，它是不是一个合乎道理的。第三个更进一步，依智不依事，我们的六事是不能依的，我们要依我们的智识，这个智慧，依智不依事。我们常常去用了一个自己的六事里面的一些认知，就认为它是一个真理，它实际上是不是一个真理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要有智，这个智是我们要真正的知才是一个智。最后一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所以这一个义，在这一个四依止里面，你看用了好几个义，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有好多东西并不是真正我们能够了解的那个义，我们认为那个就是义了，但实际上我们了解的那个意义嘛，这个是一个学习佛法上那边一个叫做四依止。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呢，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去印证一个佛经也好，一个佛法也好，它是真正的佛法，它是合乎了义的佛法。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去鉴定它呢？这个鉴定的方法佛也教给我们了。我今天开一个证明，盖了一个章才能证明它。所以佛呢，他给了一个三法印，这个三法印的第一个印，诸行无常，这个世间的我们的一切的行为，我们的一切所行的东西，它是无常的，它并不是恒常的，就像一个法律一样，今天这个行为是合法的，明天那个行为就是不合法。佛教我们鉴别佛理道理一切的理，首先它是不是诸行无常的，根据了这样的一种原理原则来讲的。第二件事，不管它是什么法，它是要去掉了我为中心的
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那个法是以人为中心的，以我为中心的，这个法印就不能盖上去了。所以大家去思考一下，诸法无我，这个我可以是有小我，可以有大我，这个大我可能是十个人、二十个、三十、三千人都可能的。对，诸法无我，它是为普遍的众生的，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切的众生的那个法，那个法印可以盖上去。它只是为了某一个小团体的那个法是法印是盖不上去的。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讲到不生不灭非常极尽的那样一种境界的东西，它才符合佛法。所以这个三法印是鉴别一切，不管你道法也好佛法也好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准。我们把这个学习佛法这件事情当做一个真正的功课来做，而不是把它拿来当做一个知识上的一种你对我不对的那样的一种争论。你就根据佛经上面讲的一些原则，这些四依止三法印这东西都是佛经上的东西，都是几千年来佛法上面教给后世子孙的一些原理原则，不是我个人的东西。所以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有两种说法，道法自然。我曾经也问过我们的前辈啊，我说那道怎么要跟着自然跑呢？那道它不是就比自然还要低了吗？他说不是的，他说道法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呵呵啊，这是另外一个解释。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就像我一开始我就认为那是自然是最高的，而不是道，是自然。我们看看这世间的很多人，他说他有道。我们中国人讲了一句俗话，大家记得这句成语吧，道义有道。所以你说的是什么道？是根据佛法的道，还是那个强盗的那个道？最后还是要我们是要有智慧的，是开悟的。一个开悟的智慧并不是随便就是哦，我们在求道，我们在修道，你那个道是真的道吗？是不是根据的三法印来的呢？是不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的那样的一个道呢？用这个三法印去判断你所说的道是什么道。如果它违反了这三条，这个道就变成了这个道。今天呢，这张书非常的有意思，可以讲很多，举很多的例子，但是我觉得让大家去自己去想，自己去理解，让这张书这一阵混成章啊，更深入的进到了我们的八四田里面。